在回顾今天大盘之前啊，我们要做个声明。近期啊，有很多骗子冒充我的身份去主动找大家，在这里我请求大家千万不要相信。笔者从来没有什么小号，更不会私下和大家推荐任何东西，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。笔者在金融市场这么多年，从来就没有见过市场上天上掉馅饼，只见过掉刀子，而且主动找我的人我都是再三的小心的，希望大家引起重视。这些讲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回到今天的市场。今天三大指数呢，基本上都是小幅收跌的。我们看上证指数啊，走出的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下跌行情。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，其实也走出了一个探底的回升。那么这种结构之后，我们怎么去理解呢？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。第一，我们看成交量，今天的成交量放大了，而且是有效放大。两市合计成交额总共有10800亿。我特别喜欢这个数字108，对不对？108的意思。而我们看今天指数的结构呢，早盘的时候有一次上冲，那么上冲呢没有上去，就是因为市场中的热点效应不是特别好，随后指数弱势震荡，到了下午之后出现快速回落。那么很多人就问了，这个快速回落是有人出货，还是在这个位置一个假摔呢？如果说是假摔，那么尾盘之后拉上来，相对来说呢，其实就算一个正常的震荡情况，对不对？因为昨天涨得比较多，今天冲高冲不上去之后回踩一下也是正常情况。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市场情绪啊，今天的市场情绪呢，基本上属于一个四六分化的局面，上涨的家数呢1000多家，下跌的2000多家。我们看一下涨跌榜，涨幅超过 3% 的大概有300多家，跌幅超过 3% 的400多家。那整个市场的话相对来说偏弱，因为昨天的获利盘太多了，而且昨天大涨的一些板块啊，今天也出现了这种转弱的迹象。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段时间它的轮动速度特别快，你想大涨不容易，你想大跌也不容易，但是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做还是能做，只不过说要控制仓位。而我们看指数从日线级别来说的话，它今天早盘的话是一个冲高回落，这个冲高回落这种 K 线我们怎么去理解呢？其实我们给它画一条通道就非常简单了，大家自己也可以去画啊。这个通道它是沿着这条轴走的，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区间当中啊，它可以走出什么形态呢？它只要不跌破这个趋势通道，然后再沿着这个样涨到上方的时候，沿着这到了这个上沿的时候它还会回落。我们前面跟大家讲到了，它在这个位置它肯定不会是一下子就上去的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它还是这种震荡结构，涨涨跌跌，涨涨跌跌，其实在前面这段时间都是这样的。那么很多人就问了，这种有机会吗？当然有机会，机会呢也不是特别明显啊。赚钱的话呢要靠自己的实力了啊，板块一定要选好。另外我们如果说这种研究不好的话，也可以看技术指标。这种市场呢，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了，它就是一种结构性行情。什么是结构性行情呢？不具备大涨的基础，也不具备大跌的基础，在市场当中把握轮动的机会就行了。而我们看在大家的研究过程当中，毕竟还是想做一些波段，想做波段的话正常看30分钟就行了。我们看一下30分钟，判断一下明天上午大概是什么情况。我们看这个30分钟的 KDJ 啊， KDJ 呢其实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啊，今天早盘的时候冲高之后，哎，冲高对不对？冲高，然后呢接线掉头向下，接线掉头向下，我们前面讲到了正常它是要回踩的。那么它现在呢，现在已经跌到20以下了，也就是说它现在的下跌空间不是特别大了。如果说在明天早盘开盘之后，然后接线向上，然后再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，这样的话它又是在趋势通道内了，这段时间的指数的波动不大。其实波动不大是好事情，我不喜欢波动大，波动大呢其实相对来说不利于长期资金的流入股市。如果说 A 股没有大跌，整天呢就是小涨小跌，然后大的趋势是向上的，像外盘美股那样，我觉得稳定的市场才谈得上长牛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也理解这个问题。最后我们做一下总结，指数在这个位置明天的话可能还是要震荡向上，短期的话很难跌下去，因为卖盘的话不是很足，包括我们看今天下午的话向下回落的时候，它其实也没有回落多少，最后尾盘的时候也渐渐走稳了。然后呢这个位置大家也不要指望涨得太快，前面呢我们讲到了月底的时间要注意一点，月底当然要注意一点，怎么去注意？你又想做但是你又要注意，所以这个时候仓位只要合理就行了，不要搞太多不就行了吗？等到月底最后一两天的时候，尤其是本月底最后一两天的时候，把握一下机会。正常的话月初相对来说资金面相对来说要好一点，可能月初的时候行情要多一点，而且现在基本上也调整的差不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情况吧。板块方面啊，今天涨幅居前的第一名呢是水务，另外呢矿物制品、元器件、酒店餐饮，包括化纤等这些板块出现了上涨，这些呢是前期没有怎么涨的板块。那么今天的市场可以总结为滞涨板块的补涨，
也就是说，这些在前期反弹过程当中没有怎么反弹，包括水务，对不对？水务从高位下来了之后跌了很多，那现在呢处在一个低位，所以我们看到有场外资金进场去抄底这些板块。另外呢，像一些跌幅居前的板块呢，主要集中在前期护盘的板块，包括日用化工、家用电器、房地产、保险这些板块。这些板块是不是还会继续下跌呢？在这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，它已经连续跌了两三天了，正常情况下它该反弹还是要反弹。包括房地产，虽然有一些利空消息，但是我觉得这些利空消息的话我们要辩证的去看，对不对？而我们看到的包括保险、银行、券商，今天的话表现比较弱，这些具有持续下跌的这个动能吗？可能也不具有。而我们看到今天回落了这么多啊，包括券商啊，包括保险，他们回落了大概一点几，对于指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。所以呢，他们今天对于上证指数下跌的影响也比较大。那反过来想，他今天跌了这么多，如果说明天涨一点几了，那大盘是不是也就走好了？我觉得市场的话，有涨有跌才好玩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只是上涨，那最终的话风险会累积很多，包括板块其实同样也是如此啊。另外我们再讲一下这种轮动结果呢，大家记住一点，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你记住一点，比如说下跌，当一个板块缩量下跌的时候，尤其缩很大的量，你看一下量比，对不对？如果说缩量下跌的话，就有可能是主力洗盘，放量上涨的话，如果说量能能够继续堆加上，比如说第一天放了很大的量，第二天的话它就需要有更大的量它才能涨得更高。具备这两点的特点的话，大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够事半功倍啊。比如说你想要低吸，你看一些下跌的板块当中哪一些是缩量，特别是缩了很大的量下跌的，那可能后面的话可能就是洗盘，后面可能很快就拉上来了，按这个节奏的话研究可能效果要更好一点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大盘就到这里，祝点赞者天天涨停板，大家再见。好看。